可能影响全球。卫星图像显示，亚马逊雨林大火释放出大量一氧化碳。美国宇航局的卫星图像揭示了亚马逊森林大火对地球的毁灭性影响。这些图像是由美国宇航局搭载在阿卡卫星上的大气红外测深仪拍摄的。图片显示巴西上空聚集着巨大的一氧化碳烟雨。随着这个系列的进展，一氧化碳烟雨在亚马逊西北部地区生长，然后以更密集的烟雨飘向该国东南部。一氧化碳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都有影响。巴西当局目前正在努力控制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火。巴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亚马逊丛林作为地球之肺，它在氧气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就是这样一片净土，竟被巴西如此肆意破坏。暂且不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如果对热带雨林的破坏超过了一个临界值，它将不可逆转地退化为一个干燥的大草原。估计到那时，要哭的不是我们，而是巴西。破坏环境终究会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